轻轻落花枝叶，桌上书翻开的章节正好有你那页，故事不算断章欲裂，可以当作休闲消遣，契合每一个季节。忽然间变换了世界，你出现我眼前，那种微笑完美的脸像定格的画面，慢慢靠近不知不觉，好像停留了很多年，突然间故事又翻篇。好像停留了很多年。